你早，早上的八点十分。今天呢，星期二，9月26号。昨天我们25号，我们539中一碰，用0809碰六尾，中0836，三组牌全中。所以大家今天要到市场买点好菜加菜。记者呢，刚刚也买了半斤的剑虾，它半斤是180啊。剑虾你没看到半斤180，我一个人吃，所以我买了90块。你看看那个套丢，套丢啊，一个人，套丢是多少钱一斤呢？老板娘，150啊。套丢150，我总共付了他啊，总共付了他150块钱啊。哎，老板娘，这个叫什么鱼啊？这叫贝嘎。贝嘎鱼一条多少钱？一条不知道。不是一斤多少钱？左右。啊，一斤他说150，啊，这个什么鱼啊？剥皮鱼。啊？剥皮鱼。哦，剥皮鱼哦，有名的。请问你一斤多少钱啊？一斤200块。哦，200块那就便宜了啊。这条我们在板头也有看到安干呐，那个啊，剥皮鱼只要200块钱呐。那个码头鱼嘛哈，码头一只多少钱？150。一斤550。一斤550啦，那码头哇，你娘哇大鸡的，假大鸡的，你看那个人一买就买三只。这家都买的是高档鱼货，但是应该比基隆啊那边卖的还便宜啊，基隆边买的很贵。这我们是在菜市场啊，今天大家加菜，我们晚上里面要中秋烤肉，你看看一大的，我剑虾我吃几只就要200块了。我在那个的凉州街吃剑虾啊，你们要知道凉州街剑虾10只200块钱，所以算便宜了。